容嬷嬷的扮演者李明基老师今天也来到了现场。管一下，管一下好不好？出场人员，大家好，我们回京了，终于常回北京了。今天其实有一点点紧张，因为台下认识的朋友比较多。非常感谢容嬷嬷的扮演者李明基老师今天也来到了现场。小昭的扮演者陈秀丽，周芷若的扮演者高圆圆今天也来到了现场。